有各位乡亲好，欢迎回到兰诺的 YouTube 频道。在前几周啊，我们团队到了台湾的东部，也就是在花莲台东进行一个全部只是用手机拍摄的挑战。然后呢，我们会针对这些就是旅行，我们之后会再出一些影片。不过就是在出发之前啊，Annie他就一直默默的说，他不相信手机拍出来的画面会跟相机一样。但是呢，在经过两个礼拜的旅程，就是被迫只使用手机拍摄所有的画面之后呢，他终于松口说，就是其实在很多场景下，手机跟相机的拍摄是看不，就应该讲就是他们的差别是不多的。于是呢，我们就灵机一动想说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做一支影片，让大家来猜猜看有哪些是用手机，然后哪些是用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。然后也为了鼓励大家，就是去答题，这其实是一个有奖征答，我们会创立一个 Google 的表单，请大家填写。然后呢，在一个月之后，也就是6月19号当天，我们会发布另外一支 YouTube 影片。只要你有填写表单呢，然后呢答题的人儿，你就可以获得我们手机摄影课价值是900元的折价券一张。然后呢，答对最多的观众呢，就是获得我们准备好的 iPhone 13一支。那如果同时有很多人的答题数是最高的，那我们就会这样抽签的方式呢去进行，然后抽出一支全新的 iPhone 13。有各位亲爱的人儿，我们稍微插播一下。记得在完成这个挑战赛之后，我们会把一个折扣码寄到你的信箱里面，所以记得要去你的信箱收取我们的 iPhone 摄影课的900元的折扣码。但是这个折扣码是限时的，所以记得要在6月10号的晚上10点59分之前用完哦。好，那这一次拍摄的照片呢，我们使用的器材是 Sony 的 A74， 然后呢视情况搭配24-105/28的光圈 F2 的定焦，还有 Sony 16-35F4 的镜头跟 iPhone 13 Pro 一台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开启 iPhone 13 Pro 的 Pro RAW， 还有 A74 的 RAW 档。拍摄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一起进到 Lightroom 里面去调色。那 iPhone 13 Pro 我们会搭配着就是手机专业的拍片的软体，也就是 ProCam 来做使用，我们确保就是手机跟相机拍出来参数跟结果尽量是一致的。好，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20张相片。好，那看完这25张照片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信心都答对。我们这个表单填写截止日是到6月10号，然后呢，同时在6月19号的晚上9点，记得就是要抱着你的答案一起来看我们就是公布的影片。我们会计算每张照片的正确率，然后同时呢，在影片中公布最大的赢家。那为了方便团队之后审核呢，在表单中请你填写正确的资讯，也不要忘记去查收你的 email， 这样子我们比较方便去联系这场游戏的最大赢家。也欢迎大家把这个活动分享出去，跟你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，看你能不能够把一台全新的 iPhone 13带回家。然后呢，最后祝大家答题顺利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集见 ，Cheers。